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我在化妆。姐，你要睡觉啦。等我一下啊。你去哪？汉姐，你去哪？哇，我今天需要花比较就的时间化妆，等我一下哦，汉吉。要不要代替我跟大家相处一下？哎，你怎么走掉了？走掉！你站在那边不是很好吗？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快点，快点，进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呐！你都摇屁股了，也奇怪，上来，快点！哎，上来。眼睛好大，上来啦！晚安。你干嘛一直绕圈圈？你好奇怪。呵呵，化妆，快点化一化。你干嘛？你要钻进去？
我快好了，我快好了，等我一下。是，我是是腮红，是腮红，腮红跟什么鼻影。你是不是变大只了？我觉得它变大只了。等我一下啊！等我一下啊！等我一下啊！今天画特别没有，今天没有画的，我只是特别赶而已，我没有画的特别用心，并没有。你要睡觉啦，汉吉。哇，这个眉毛是什么东西？我再画，我想画一下。我是不是变大只了？我没有，好不好？谁是谁？哪个讨厌鬼？臭小姨，臭阿凯。我开始上工就是探吉睡觉的时间了。我下班他就开始闹了，我都不可以，我都不能休息。音乐会不会太大声了？是有一点。干嘛？眉毛也太丑了吧！真的是心急做不了事。好，好多了。晚安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汉吉，大家跟你说晚安了，都不理人家。好多了，这个眉毛什么时候有这个快捷键都不知道。什么快捷键？对啊，探哦，你说那个罐头吗？彩虹在一起。反正看太极就很了解，你看得到他，看到他屁股而已。哇，我的额头好光滑。素颜姐。伪赛彩排，伪赛彩排就是素颜的我。啊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是谁那么可爱？啊，谁的脚脚？啊！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鼻翼。
连到一张炭吉呆呆的画面，炭吉帮图就可以发了吧？炭吉怎么样都很可爱啊，那比较久好像比较厉害，他没有，真的没有比较久哎、欸，今天很快哎、欸，十分钟。我觉得没有比较漂亮。我想去拿我的电脑，等一下，还是想一下哦，想一下哦，想一下哦。他怎么那么黏？他一直都很黏我啊，他一直都很黏我，对不对？不可以咬人，我要去拿我的面了，我决定。呜呼！干嘛？你干嘛？帮你盖被被。我现在手上应该都是黑色的嘛，还好哎、欸。今天好多了，今天好多了，我快要振作了，我快恢复了。谢米酒，晚安晚安。今天看起来眼睛比较大，你叫黑脸。也要阿杰帮你盖被被，你休想，大贱。难得我关眼前是越来越有精神，难得难得。是不是没电了？哼，电脑是不是没电了？真的，我要用的时候就没电。搞屁呀、啊！太急。充电，充电，宝贝，充电，宝贝。你干嘛跑走？安静，在哪？安静过来，安静好大哦，你过来快点。好喜欢看他瞄准的时候，然后眼睛变超级大。你怎么那么可爱？什么？他来看看是不是变大只了，他有变大只啊。OK， 咬人，我感觉是有啦。你看这是谁？这是谁？
我要换歌。被踢了，哎、啊！我自己的头发，你要钻到脚下面。看你喜欢抓阿杰的脚边，因为很温暖。温暖温暖。对啊，刚刚被踢了，讨厌。探吉是不是不盖小被？不会，他都会，他不，他感觉不太喜欢盖被子，我都会帮他盖，可是他就会就睡很爽，然后就没有被子了。你想要吸碳基金？干嘛你在抓羊？是不是？眼睛好大。不理踢，笑死了。是因为温暖吗？是因为温暖，臭大姐。应该是想要闻着我的味道睡觉吧，但没有嘞，他就只是，他可能觉得很 不喜欢的感觉，我也不知道，他也没有要闻着我的意思啊。好多了瑞瑞，嗨嗨嗨嗨，是谁？田中吗？欢迎暂时不知道。你的拿我的推荐给探吉当小贝贝，我怕他会又抓又啃的。然后擦个乳液，擦个乳液，手好干。幻影战士，好的。你就放心了，请放心。眼镜片哦，真的、哦、，Cookie 小贝 ，Cookie 小贝，刚刚一副要吃了探吉的感觉，他很可爱呀、啊。库马还在晕，库马要晕多久？晚安，鹿爷。没有呢，出来。终身晕，哎、欸，出来呀！没了，他宣告离世。可以晕，请晕，请晕。上次是哪有你就问私域人香吗？都是狗味，笑死。晚安，探吉在睡觉啊。想今天好热，该不会是跟心情好有点关吧？心情好就比较好看。你今天在背书？好的好的，草莓酱。嗨，人好，晚安。你还想说这样要改告白探吉了？告白探吉，刚刚我吸探吉的人，你怎么好像在哪看过？什么？什么？最近刚刚容易擦起来，不过我皮肤可以擦吗？可以啊，其实。如果他没有，就是没有到非常严重的话，他擦乳液是
是至少是可以预防的。但如果我真的手贱，然后又一直很想抓，然后有受伤的话，就要擦药会比较好。我现在是比较乖一点啦，没有一直抓，所以就擦乳液吧。可是最近就比较糟糕，其实我手贱真的很痒。像探姐帮我说，哦，现在指甲超长的，我要赶快买一支剪指甲的，哇，你真的是真的有够力，我真的不行。对呀，洗澡也是哭嘛，真的会变超痒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好可爱。我刚刚也靠他那么近，不会啦。如果我用手去摸他的话，他才会抓，才会咬。但是脸去靠近他，他就不会抓，或是不会咬。实验过了，虽然他会踢人啦，他会把他踢走，但是他不会抓。可是冬天不洗热水，好痛苦。但是我帮他剪指甲，可能手上会多更多伤。把它用棉被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剪。来了 ，Hello， 星星。阿姐的脸内建施压效果，最好是啦，看起来特别松。看姐，对啊，对啊，玄明他刚咬我脚，咬我小腿。听到我说他坏话，他才听不懂。洗脸用冷水，洗脸用常温水吧，常温常温。谢谢柠檬，嗨，谢谢柠檬。伊恩你好，你好，常温水，这温度好难调，就是不冷也不热的水，温水，我都用温水，比较舒服一点。探吉正在入眠，他在洗澡，你只能看下下。好喔，你好伊恩，一定爱陪我开着。他现在在疯狂舔毛，然后那他的毛一直蹭到我的腿，好痒。常温口水，没错，玉梅。谢谢瑞瑞。阿
姐今天也好可爱，不受控的头发。把他赶出去被窝，可是他会冷呢。你要出来吗？你好温暖哦，他好温暖哦，我的腿腿因为你好温暖啊，你怎么那么舒服啊？你偷舔我的腿腿，你这个变态，你是小变态，你的脚脚好可爱哦，你要出来吗？可爱，哪里棒？好的了，太棒了！他跑走了。Tangerine，Tangerine。潘追过来，潘追，安吉，阿吉，阿吉，阿探，不给抱，不给抱啊，不可以射射。潘吉有官方冰榜吗？没有。胖吉，谢谢 Hold In 的红玫瑰。阿探，你是阿探是阿吉？探吉，潘吉，潘吉，探吉宝贝，探吉宝贝，宝贝，宝贝，还有什么礼物？晚安，晚安。嗨，特好久不见，宝贝，不是叫你啦。棒棒棒棒棒可爱。阿三的脸很好笑，他吗？为什么很好笑？可松过我那么久，居然还健在。对，因为他有那个啊，因为他有这根棍子，所以他不会不见。吊丝阿姐，我不是吊丝，我一点都不吊。嗨，可是快变香蕉，其实蛮像的。哇哇，冲刺，冲刺级，冲刺级，冲刺级，
腰果，腰果也蛮像的。你是要吃什么？你要吃可颂还是香蕉还是腰果？啊？根本就是跟香蕉不是嘞。跑不掉的话，你都190了，什么意思？月亮虾饼笑死，也是蛮像的。不掉蛋有致命吸引力，哎，感到自己。啊，他真的很可爱耶！你怎么那么可爱？你过来，你快点，你玩给大家看。直接用可颂打我脸，有可能吗？快来，去旁边玩。好了好了，不想上镜头，他说付钱就上。歪头不是狗狗吗？哎呀哎呀，爆虫爆虫，好可怕！打到你的头了，好可爱，好想再探几件位置，跟我玩钓蜜蜂游戏。钓蜜蜂游戏是什么？我要用什么钓蜜蜂？猫好像都会躲镜头是吗？可是我帮它拍照的时候，我叫它，它就会看镜头，哎，超可爱的。谢谢阿凯成为我的粉丝团。钓蜜蜂游戏，可怕！钓蜜蜂游戏不就得用你们当诱饵？蜜蜂钓蜜蜂哦，我怎么会带这个？有点白痴。白痴哦，瑞瑞，有事吗？哎、欸，他真的很爱叫哎、欸，他熟了就真的超爱叫的。有人，比如说麻油他们来家里，他就不会叫，然后我自己在家，他就一直叫，现在又不叫啊。比如说，对虾，比如说老鼠掉到床下，虾子掉到床下，或是呢我去上厕所，或是我洗澡，或是。他上完厕所，或是我不知道，反正他就是真的很爱叫。哦，不然就是我出门可能拿个餐，一回家在门外就可以一直听到他的一直在叫，一直在叫，一直在叫。探几只敢对我叫？
唱歌天分会的话太厉害了，我就抓碳吉，碳吉抓碳吉，碳吉闷烧吉阿凯。粉丝玩那个咳嗽感超强，感觉超好笑的。通知我他上完了，换我上。好可爱！上完厕所就要上下，我不知道啊。然后我都会很紧张说，我都很紧张说，是不是他正在上厕所的时候他很不舒服，所以才会叫？没有，他就是已经离开那个状况了，他已经上完了，然后他就是会站在那边，然后一直叫，然后等我去看他，我就问，就是问他说碳吉怎么了，然后他就会继续玩他的玩具了。我不懂他在叫什么。猫咪叫，沟通不是叫声，叫声是为了吸引人类注意。原来你是只是要吸引我的注意。舒服啦，笑死！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成功吸引我，没错，伊特。来下一次，哎，有可能哦，姑妈。上完厕所求关注。大家超爱玩我菜瓜布，超烦的。怕我只要把它藏起来。我那一直鬼叫，你才一直叫。而且我觉得他叫声好可爱啊，虽然他一直叫的时候是真的很吵，还嫌人家吵，但我觉得他叫声真的好可爱，小女生的叫声。玩菜瓜布，因为像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是我的菜瓜布不是是三眼怪菜瓜布，不太像一般的菜瓜布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爱玩。我菜瓜布没有很少用啊，我几乎天天帮他洗他的碗哎、欸，食物碗。直播不常，对啊，他直播都不叫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我自己在家的时候，他真的很爱叫。三眼怪他不舍得刷爆阿三吗？我也是，那个菜瓜布是肉肉很久以前送我的菜瓜布，我前几个月吧才开始用，我放超久才开始用。想说有人在跟我说，有可能哦，我也不知道。妈妈一直在讲话，她就不想跟我讲话。三三不常捞，我没有啊，每天都捞哎、欸，每天，他的尿尿都超大块的，爱喝水。又是肉肉，我是不是全家都说才不是？哇！哇，飞奔，哇！阿姐有拿，阿姐有拿过牙刷刷过探姐的头吗？没有。哎，开瓜布也是阿三的，太疯了吧！而且我本来还舍不得用，想说好可爱哦，用一下好了。好哦，大家。火锅团是什么？厘米火锅团是什么？来看。猫咪真的有趣，逗猫棒用完玩不腻。对啊，反正我觉得也是因为它现在还小吧，它搞不好老长大一点，两三岁就不想理我了。四五岁，三四岁，四五岁，会不会？活了两年就不想跟妈妈玩了。谢谢听。
抢走你的可颂。其实我没有去说过，前几天的事吧，我不知道你在说哪一次。他好激动，赶快消耗他的能量。难得我在直播的时候他在玩，我等一下就可以休息了。你家老猫一直到水流是还是对的哦，真的啊，赞呢。现在难过的话会先吸拉伤还是探吉呀、啊我的能量会先被消耗，不会啦。我跟说老没有，我们吃个人锅。阿三说：“阿三没有失误。”我是很喜欢阿三的、啊，他探吉，因为他很爱他，现在就是会跳上我的衣柜，然后他的路径呢是我的桌子、冰箱、电视，然后一个置物柜，然后才是衣柜，然后那个置物柜最上面，因为它是没有，它就是一个柜子，然后它没有门、没有挡的，它就是一个放东西的柜子，然后所以他就会踩到最上面那一层的东西，然后我最上面那一层就是放我的公仔什么的。然后他有一次，好了，他蛮多次都把那些东西用下来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我真的超生气的，抓来打。并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关系的哦，太急。阿三无法陪我玩逗猫棒，阿三可以陪我玩逗猫棒，我会吓死。你已经可以理出房间结构，你确定吗？什么时候直播把探吉抓到？直播怎么可以？直播当然是要探吉美好的一面啊，探吉，抓痒痒啊。冰箱、电视柜子差不多，你确定？搞不好差很多。你好可爱，说不定晚上都是阿三帮我盖被子，找四杯。播探吉打阿三，阿姐加姐空一趴，阿姐空间就是九趴探吉，我也太可怜了吧！众阿三生无可恋的样子，他们才没有生无可恋呢。想想那后面那个 Elmo， 他就在埋没，被埋没的 Elmo， 笑死！敢不敢扔球才不要嘞！直播探吉打我，他刚已经踹过我了，还想看是不是？阿三被打还是笑笑，探吉被打必定秒，对啊，他就这样，这样叫，装可爱，然后瞳孔放超大。等一下，欠打，你欠打。欠打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欠打？
阿姐本身也是碳极丸代工，好好笑哦。除了碳，除了直播看得到的范围以外，都是乱的吗？其实这里蛮乱的，床蛮乱的，在你们看到的地方。哇、哦，下个吧。碳极皮越来越痒，真的。我可以打到屁屁，我都打到屁屁啦、啊。可是我有尝试过，就是那种，就是猫咪喜欢的那种打屁屁。可是它对打屁屁真的还好哎、欸，它不会越就是把屁屁越翘越高，它不会。它喜欢摸额头、摸头、脖子跟下巴，对不对，碳极？碳极不是猫，碳极是什么？都是碳极弄乱了，才不是阿姐本身脏乱。我一点都不脏乱，但是碳极真的把我家用得很乱。就是我东西都是收好的，可是它就是会跑来跑去，跳来跳去，然后东西都会掉下来，然后就会位置就会。就是呢，我也不怪你啦，也是我自己懒得归位了，好吧？因为真的太多次了，真的是，我真的是有点懒。上树反弹，还我可上，还你，哇哇！开始检讨自己，永远不是碳极的错。原本阿三用下来也不是你的错，是我没有放好，对不对？我应该找一个有门的柜子哈。呀，碳极什么时候已经习得反弹术了？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就偷偷练功。你是不是通常练功？他真的会，他会侧翻后空翻，太好笑了！他就会玩自己的尾巴，然后会玩得很疯，想到画面就很好笑。都是阿三不站好，怎么会是探险错？是主人没有放好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。啊，也是我的错。他很爱，他最近很爱跳到那个我的琉璃台。哦，比如说我可能刚洗完碗之类的，然后他脚都会湿湿，讨厌，超讨厌。练武奇才阿北，真的，嗨，洛丽丸，功夫黑猫 Tangy。经验姐。练武功，练武探极，练武功探极，武功探极。B boy 都不一定会烦，他是 B girl， 是 super girl，super 探极，哇！探极无聊的时候会有阿三吗？探极无聊的时候。探极无聊的时候在睡觉吧，探极都玩可颂啊、虾子、老鼠，或是他自己的尾巴。你们晚餐吃什么？等我点，我没有要吃哎、欸，我下午才吃。
蒸饺哦，蚵仔煎，我不喜欢吃蚵仔煎。疯狂，疯狂小猫猫，吃我的可爱，会饿死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可不可以还我了？你也不爱哦，蚵仔煎哦，阿凯，蚵仔煎，好奶奶。晚安，终于蚵仔煎饼干哦，你说那个超商会卖的那种吗？蛮好吃的啊，那种还蛮好吃的。我国中有一个同学，一个女生同学超爱吃蚵仔煎饼干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印象深刻。她每天只要是学校可以带零食，她就会带一包。因为那个根本没有蚵仔煎味，那个就是，对啊，就是不是蚵仔煎的味道。那个饼干真的是你最爱的洋芋片，真的、哦。我最爱的洋芋片没有，洋芋片我还好，超好吃，那个很不蚵仔煎。对啊，洛丽，那个是蛮好吃的啦。可是我觉得我没有一个最爱的洋芋片。应该说就是都蛮好哦，好痛，指甲好吃，就是都蛮好吃的。好像很久没吃巧克力了，哦，我昨天才吃，我昨天吃了一小块。对，哦，多利多汁也是蛮好吃的，嘿，蹦嘎。你怎么跑走了？他还健在，真的太猛了。虽然已经有点就是破破的了，破破的，里面破破啊，就是被抓的毛毛的，但还好。毛毛的香蕉。你有一个最爱的偶像，昨天吃了一小块巧克力，你的新闻吗？可颂战斗力超强，你累啦？哦，还没。毛毛的香蕉发霉，发霉。哎呦，小心啊！我最近都不吃饭，不能问我吃啥。我今天下午有吃，我今天下午吃沙拉，熏鲑鱼沙拉。我有吃完，我觉得我超棒。太会玩了你。好棒棒，真心称赞吗？谢谢，谢谢心意，谢谢听。哦，浓烟鲑鱼沙拉，没错。普天同庆，我太平安，谢谢，值得庆祝。好久没吃完一个东西了。一下，怎么没发个限动？因为没有，为什么？你要玩吗？你还要玩吗？你不累啊？我手都要酸了。
想到你了，稍微稍微宝贝，能量已经超好玩了，还没有，只是手酸。哇，你还好吗？看起来是还好。庆祝探奇乱咬东西1周年，就是1周年，半年都还不到，2个月都还不到。运动会已经过1年，探奇却每天在家看运动会。探奇的运动会是随时随地都开着的，他是唯一的选手，也是唯一的裁判。当心跟探奇玩太多可送的地方，哎，礼拜天梦之中要挥拳手拳，那也太夸张了吧？那是去健身，也有可能吧？或是打疫苗？卡木伊，比谁先到床上一定是阿杰第一，什么意思？你说运动会有这个比赛的话吗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？在哪里？可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哇哇哇哇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哇！因为我几乎没离开过，最好是啦。只是我因为我直播在床上，什么叫做因为我几乎没离开过床？奇怪呢。如果探吉在床上的话，必定是我。也许哦。你累了吗，宝贝？嗯？宝贝，你累了吗？探吉宝。还是要尊重吧，听。我害怕打到自己。带着床公演的，我想，哇，太厉害了！带着床公演，我真的要爆棚了。来开，我们会看，我会看到第二季吧？第二季。第二集吗？有点忘了。第二集，中午不拿行李都懒得阿姐，烦欸。谢谢谢辅成。哦呼哦呼，你这个暴冲仔，新的两人去，对啊。其实他教了蛮多。他也不是教啦，就是他说了蛮多看待事情的，我不知道一些想法道理。对，气追预感没有啦，蛮好看的其实。呼呼，医学相关也是没学起来，哎，他们在讲的时候我都在放空啊。说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继续。不好意思，我只看那个剧情哈，那个医学相关就算了。他们在说的时候，我就会直接放弃字幕，然后再看他们的人，完全没在看字幕，看不懂。不要看剧学医，学得起来太厉害了，学得到也只是鸡毛蒜皮。啊！哇，他刚一个大飞扑，哎，好可怕啊！
而且看这个不能配食物，突然就开肠破肚的。可是我几乎都是吃饭的时候才看哎、欸，几乎都是这样。说不定那里面有重要线索。重要线索什么？哦，你是说那些医学相关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他们就通常是没有啦。重要线索，他们也不会啊，他们不是一个推理剧。看什么就配食物，怎么样？加倍好吃吗？阿凯，探吉我累了，休息一下。很恶心，怎么吃下？其实还好啊，不会到非常恶心啊。可能就是你要眯个眼过，让它过去一下。那也还好吧，还好吧，瑞瑞。担心被他抓到脸，我靠脸吃饭的。你知不知道啊，探吉？嗯，你抓到我的脸，你就没钱吃饭了。你叫我回新竹啦，好像也不错。你干嘛啦？你干嘛？明今晚看什么部分配的出来的？笑死！你不怕血肉画面好不好吃是食物问题，每个人不一样嘛。边看边说，师傅口干，就是可以分开，也是蛮好的啊。回新竹边跑超胖，一定会，感觉就会。看过好好就可以想象，如果探吉回去会变成怎么样。我阿妈会喂爆他。拍到画面都眯眯眼，怕点 JPG， 有些还好吧，瑞瑞。打到你了 ，Sorry， 宝贝。看日剧。探吉回新竹，肯定被妈妈的妈妈骂，硬要妈妈的妈妈。剧集没错。你休息啦，你躺在那边是休息的意思。阿波觉得探吉饿了，你又在偷看我。他放完没？他放啊！刚刚有吃一点点，刚刚有吃。出道第六季，你说莫非吗？阿波可以给探吉吃瓜牛法国料理。我们不是吃法式，我们是吃台式。Netflix 只有四哎、欸，他已经六了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最近吃的还好吗？这几天比较正常，正常多了这几天。是不是想气了？还好啊，还好。日本版的 Good Doctor， 哇，你新一代疯狂推坑。有点神奇吧，你说现在吗？没有关系。偷看阿杰的探吉说现在想要跟阿杰，他想要跟我玩吗？你想玩吗？好，他想玩。
他刚刚是暂时休息。Restart。阿杰瘦了，阿吉胖了。他电量是不是用不完？借一点给阿杰。不知道，他感觉永远都那么活力充沛。哎哎，你把它用下去了，我要怎么拿？哦，好痛哦！哦，指甲真的好长。好痛哦，真的。你还想玩吗？嗯？安吉，安吉，他躺下了，是怎样？真的是。等下就直接下订单，买件指甲的潘吉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剪指甲了吗？太急！来，来，来！你要不要玩卡上？嗯？哪有可怕？你们这群奇怪的人！来，快点，潘姐，你哇，呜呼！你干嘛冲撞我的电脑？你干嘛？走开了！我是不是想骗探姐剪指甲的地方？我就是想骗她剪指甲，怎么样？牛角还是羊角？你怎么长得那么可爱？哼，你为什么可以长得那么可爱，看吉？看吉宝贝，看吉宝，前看吉前后途径的速度真的超快，真的很快，真的很可怕。看吉宝，你怎么长得那么可爱啊？老鼠，老鼠不见了。就是他耳朵大大的，然后脸小小的。然后眼睛又大大的，真的好可爱哦！我今天开到7点哦，
这次改名碳吉堡了，没有，他就是叫碳吉。符合我对五官的期望吗？我对猫咪的五官的期望吗？我没有什么期望哎、欸，我本来没有什么期望，但我真的觉得你不要摇屁股，不要对着我的手摇屁股，拜托，很可怕。就是它真的长得很可爱，而且它因为它的就是它嘴巴这下面下巴整个下巴都是白色的。所以然后他的脖子也是白色的嘛，就是一个 V， 那这里是白色的，然后跟下巴是白色的，所以他的脸看起来就是他的脸看起来很小，他的脸看起来就是只有这样，他有自动小脸，还有你们懂我意思吗？他的脸是有自动小脸效果。你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？你看，你看嘛，我看到肉球好可爱。你看，你给我抱一下。你看到吗？超可爱的。我跑到下巴突然白色，那不要嘞！觉得他眉毛那个地方不同颜色好特别，超 Q 的，白白的，还有好长的白色眉毛跟好长的白色胡须，好可爱。你累啦。自动小脸机没错，自动小脸，科技化小猫猫，碳吉什么？碳吉哪天醒来发现自己变白猫？碳吉不知道会怎么样，但是我会先吓死阿凯，我会想，我的碳吉去哪了？圣诞老公公是吗 ？Jin， 我是不是很羡慕碳吉自带小脸妆？我羡慕他长得好可爱，玉人。今天看起来精神好，没错，玉，没错。不要再瞄准我的手指头了，你很可怕、欸。哦，没有，下个月就要圣诞节了。他的眼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然后开始扭一下，好可怕。No, 太紧张。你为什么不理我？全遭攻击，真的警报欸，乱咬扒下去，有我会轻轻打他，带他去宠物店选自己的新衣去，笑死阿凯。他闭眼睛了，他要睡觉了，我等一下真的可以休息嘞。
集。小心警冲我放松戒备的时候，他又睁开眼睛了啦，你干嘛啦？要不要洋洋？洋洋陪你睡觉觉。谢谢玉，谢谢瑞瑞。他自带小脸特效跟随时突击技能，对，他好可爱。我觉得他小脸特效真的真的太有效了，真的很有效。哎，他肉球真的好可爱，粉红色的。突击队报名加入突击队有事吗？我下午吃的很不会饿吗？我等等可能就吃个水果之类的吧。好吧，我现在是不饿啦，喝水吃水果。今天额头好饱满，今天额头好饱满，哪有，真的是熬夜不饱满的额头，真实的额头。嗨，大姐，可爱是他下一波突击的掩护，他不是嘞。而且他越来越爱霸占我的床位了，虽然我的床很大，但是呢，他就是他整只猫咪，他手伸长，脚伸长，然后横躺在床的一边，我就是整个就是。我的空间就变很小，可是我也不能怎么办？心甘情愿给他躺。山霸王，大字型睡法，没有，算是吧。可是他是横躺的。横躺在床上，睡相很好买，真的，陆爷。家里没有我的空间，我只有小小一个，小小的空间。法战有事吗？行。而且我平常躺在床上滑手机的时候，他真的很爱跑到我身上，然后我就会，他就压着我的手，然后我就很难滑手机，然后搞到最后我也会跟着一起睡着。OK， 我没有在讲你坏话，你赶快睡觉。就我自己想睡，就是你会没办法睡醒，你就只能，你就会在那边一直摸它，然后摸个十分钟，你就会开始有睡意了，真的没办法避免的，就是你一直摸它，而且它温温的热热的，然后你就摸它，然后就摸个十分钟，就会开始想睡觉。睡起来永远手都超麻，动都动不了。
看即排助眠，真的很助眠。可陪玩，可按摩，可助眠。爱家心力眠，心力眠，都打广告啊！谢谢你，好吗？为什么我打个字你就要看我？你不要一直看我，你好可怕！是你客户的人，真的假的？哦，不看集怎么知道集看我？我就爱看集啊！你喵什么？行，到底是谁偷看谁？互看互看。55分念好啊，阿凯，谢谢。换一张是。谢谢陈七七跟蛋吉，他发照片了。谢谢陈，他们还要拿学生证给你，你说你还不用啊？真的假的？笑死！回家给爸妈吃。喜欢今天的笑容，美美的，今天心情好运。久违，今天可以直接加播半小时了，气氛这么好，是你说的算吗？我不需要哦，谢谢。我不需要。我要念排名了，大家。谢谢玉人。要不要跟我一起念吧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那念排名喽。今天的第十名是玉，谢谢玉，谢谢玉。第九名是陈，谢谢陈。第八名是瑞瑞，谢谢瑞瑞。第七名是博成，谢博成。
谢伯承，谢伯承。第六名是钟莹，谢谢钟莹，谢谢钟莹。第五名是听，谢谢听，谢谢听。第四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三名是静，谢谢静。第二名是玉人，谢谢玉人。第一名是幻影战士，幻影战士。睡觉，谢谢第一名幻影战士。点击拒绝。人家拒绝就可以直接拜拜。对啊，他都拒绝了，那我怎么好意思强迫呢？没有了。谢谢今天的第一名幻影战士。嗯哇，探奇，探奇，他干嘛不理我？探奇。你醒啊，一个木马好不好？你给一个木马好不好？好笑，木马，哎呦，别疼，木马，好，就这样，谢谢。好了好了，不吵你，不吵你啦。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，陪我聊天，然后看我直播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早点睡觉啊，早点休息啊，大家早点吃饭，早点休息啊，谢谢大家陪我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来来来来来来。娜娜静，娜娜微积分，娜娜新一，娜娜黄鱼，娜娜鹿爷，娜娜庄怡，娜娜米酒，娜娜阿凯，娜娜乔，娜娜幻影灯饰，娜娜阿拉，娜娜洛克，娜娜原来，娜娜柠檬，娜娜静，娜娜樱桃猫，娜娜瑞瑞，娜娜原来，娜娜听，娜娜俊莹，娜娜玉人。奶奶玉，奶奶小叶，大家晚安。